夜幕下的闹市，一女子被人持刀劫持，是为情所困还是因仇起义？嫌疑人只字不提，只说了一句话：我要枪。人质命悬一线，面对生死一刻，警方将如何处置？夜幕生死劫，天网栏目即将播出。贵州省都匀市是一座宁静的西南小城。2012年的4月10日晚上，人们与以往一样享受着生活的惬意。可谁也没有意识到，宁静的夜晚将被打破，危险已经临近，意外马上就要发生。你好，对110。一条汽车在这个富万家大药房这里，有人拿刀在威胁人家这个售货员。一个人是吧？对对对对，你们搞快点啊！富万家大药房这里。哦，富万家大药房就是客车站。营销客车总站，对对对，搞快点、啊。是吧？对对对。好的，稍等。搞快一点，你们搞快点。哎，现平桥富万家药店发生劫持人质案。请你们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当时我奉化区警察局里面带药品，我没注意到他进来，进来他的那个员工就问他要什么药，我问他要浪子，他也没讲。我呢也没注意，他就从背后，从我的背后用刀抵着我的脖子，我的脖子就说了一句话：不准动，动了杀死你。刚刚赶到现场的民警就看到了被劫持的售货员，警方在现场迅速组建了临时指挥部，第一时间对现场进行了控制。当时，由我们派出所的民警还有交警啊，已经把这个现场的周围啊都封锁起来了。这边现在有工作在哪里？就是在嫌疑人可听的范围、可视的范围，不要听到这个这个汽车的鸣笛啊，这个群众的喧闹。啊，让他一个比较一个安静的这样一个环境，马上把他引导出来，这样有利于我们，对吧？啊，对这个进行一个谈判。声音啊，它属于一种非语言行为，它这个声音啊，就是警笛，它并没有说啊，我这个警笛用语言内容说什么。但是他会让正常和不正常的人都会有所感受，哎，啊，会让人紧张起来。如果嫌疑人紧张起来，很可能会伤害人质。为了防止万一，指挥组做了最坏的打算。外面的布置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屋里的情况又出了变化。此时的110报警中心又接到了一个特别的报警电话。今天跟着讲他们会生气啊，他把刀不晓得他把那个拿去送啊，不晓得我刚刚说在那赖。好的，你稍等一下，你不要紧张，跟他不要有什么过激的那种言语冲突好吗？我们民警已经在路上了。嗯，好，再见啊。他把我压过来说，你必须报警。报警的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哈，这个人他不要钱哦。当时我问他，孙云台，那你是有钱的？他没有叫我们打开钱箱，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嫌疑人为什么要求人质报警？这似乎有些反常，难道他是想与警方说什么？
和在电话中他却没有表达。当务之急，指挥组决定派谈判人员进入现场。我们就尽快了解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需求是什么，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大家啊见面以后呢，就第一先派一个谈判人员进去，就把我派进去。这个谈判人员在进入这个环节的时候，第一步是很重要的，怎样进入，要找准这个切入点。如果进入没有处理好，事态会有很严重的。那玻璃门外，我要先看一下，我先从侧面看，看了以后，哎，把那个门轻轻的拉开，然后招招手，哎，兄弟，我可以进来吗？我能不能进来？可以吧？哦，在这有啊，啊，没事的。知不知道我是谁？有什么事啊？需不需要我帮助？夜幕下的闹市，一女子被人持刀劫持，嫌疑人一反常态，居然胁迫人质报警。谈判专家只身走入接触现场，嫌疑人却早有防备，现场出现新状况。夜幕生死劫，天网栏目正在播出。兄弟，你看我能躲在哪儿？你老子出来，你跟我讲。后来，搞会我们一起想，搞完了能不能帮你躲在哪儿？面对李政委的问话，嫌疑人始终不说话，这对于谈判员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局面。只要你和我有交流，把这个交流平台跟他搭建起来，那么呢，我们就有掌控下一步的这个机会。虽然嫌疑人没有说话，可李政委在进来后的几句话却让人质提起了精神。我来帮你，我叫李永香，人为难我，因为他以前是交警大队队长，当时他就进来就是告诉了歹徒说，你认识我吗？我那分钟可能就像看到救星来了哈。嫌疑人虽然没有说话，可李永祥利用自己在当地的知名度能让人质认出自己，就是李永祥进入劫持现场后第一个收获。我要需要人质来配合我，我要让人质有信心，要把他的这个自救的这个自信心给他提升，然后他把他给转化到他的思想里面，然后随时等配合我，等待时机。让人质有信心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让嫌疑人接受自己。我们有枪，我们有枪，我得有个手机，我们有枪啊，我们没有枪，我就是想他帮你，你看需要我们做的。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我没有给你构成威胁，我是来帮你的。那么呢，他说把衣服要脱掉的，我问我带枪没有，我说马上把衣服一脱开，我说你看没有，我还要转圈给他看啊，把双手啊展示出来，我把双手两只手掌展示出来，让对方看见，实际上对方就有安全感。这种向嫌疑人示弱的方式很管用，嫌疑人开始对李永祥说话，就是我来帮你，你看需要我怎么来的啊，要该抢来，你要抢来怎么了？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他到底是一个正常的啊，正常的有诉求的啊，想处理一些事情的人，还是非正常的啊？他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疾病啊，就是精神病？我这个没有枪嘛，我要去跟领导汇报，这个我们这个领枪是有很严格的手术，每次将药啊都给拿来呢。没想到嫌疑人一开口居然是要一支枪，由于嫌疑人只在重复要枪，别的话什么也不说了，李永祥需要把信息转达给外面的指挥组，所以他决定离开现场。啊，哦，
我出来跟他讲了以后再进来，行不行？啊？行不行？那个水果刀，水果刀，什么是卡子刀？卡子刀，水果刀，卡子刀。他手好像一直没有松的。没松，一直哭到哭到是。对吧？你们都先蹲到下讲话，稳到下讲话。基本上有的稳到下的情绪。苏州就是要抢客的。他就要抢，看到没有？你看我能帮你了。要抢这么多多？啊？你要跟他说，要抢他们家，老子都没有，老子都没讲。他很紧张的，他也很有恐惧感的。他更没有安全感，刚才我也说过，他是安全感严重缺失的，这种心理有问题的人，所以他要枪的目的，首先就是有安全感，要增强他自己的安全感，他要枪有这个目的。通过李政委带出的信息，指挥组分析后认为，嫌疑人很可能是精神有问题，于是一边布置下面的方案，一边派人去排查有记录的精神疾病人员，寻找突破口。我来吧，二哥，我们二哥正在跟你们及时把这个事情，就是把现在我们全市的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以后的，赶紧拿照片来看看是不是这个。好，我们两分。哎，要在全市里面进行排查，当中根据我们掌握的全市掌握的这个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还没有他这个特征的这样一个人。找不到嫌疑人身份的信息，对方又不怎么说话。指挥组商讨实施新的方案。那些东西进去后来，那个女同志跟他对话，又看他是哪个心态。现在你搞不清楚到底是精神病人，还是有可能是正常的人。哎，其实因为你换了女同志以后了，他又是哪个心态？那要是是吧？对对对。把我带到了那个，就是事发的这个门前。他那个是很大的一个玻璃门，我直接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状况。他说里面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一下，一会儿你将换上那个叫什么里面工作人员的大褂，然后进入现场。我说明白。进入现场的任务，首先是要找机会和嫌疑人谈话，缓解他的紧张情绪，在有可能的情况下，看能否与人质交换，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准备。因为我在学的过程当中，和我们的那个和我们的这个队员，还有我的战友，都形成了一种很好的默契。所以呢，如果我去的话，可能在这方面，就会更能减少这个伤亡。做好了一切准备，走向了药店大门。把肩垮了一下，稍微勾着一点身子，就让他感觉到我这个进去是一个老百姓，不会是一个女警，因为女警的那种感觉气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怕他怀疑。我把他们朋友一共也乱看他睡了几了。夜幕下的闹市，一女子被人持刀劫持，谈判专家只有二次进入，希望女警可以对嫌疑人起到控制作用。出现意外，女警居然被嫌疑人撵了出来，警方不得不实施其他方案。夜幕生死劫，天网栏目正在播出。进入现场后，嫌疑人的状态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反而把人质抱得更紧。我哪能想到我不想动啊，结果被抓。你怀旧吧？啊？怀旧吧？你让我不啊，结果被抓嘛？你怀旧吧？的，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还想跟那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一些交流，就说的是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性换人质啊之类的，但是看样子不可能，他对我的警惕性太高了，一进去的时候他就把水放下，然后你出去，完全不给我做任何交流。无奈之下，只好退出了劫持现场。警方的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一批大量的一百就发动一次这个。面对嫌疑人的这种不配合，此时埋伏在对面的狙击手是不是可以有所作为？这个狙击手啊，要击毙他的话呢，要穿过那个玻璃才能进入他。那个弹道这个在那么远的距离上，穿过这挡风玻璃之后，那个子弹要走形的，要轨迹要走掉的，所以拿掉他没有把握。要采取强攻，指挥组其实还有一套方案，那就是派神枪手进入现场，近距离击毙嫌疑人。其实，在人质解救的问题上啊，我们有几套方案。我们这个武力解救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当李政委第一次进去之后，突击组就一直在进行现场演练，随时准备行动。虽然指挥组做了武力处置的准备，可谈判仍然是首选。打很多人，包括打了几米都是是吧？九十多钟头，所以我们要朝这一块，是吧？就是圆满的，是吧？包括人质，是吧？又不是他啊受到大的伤害啊，包括我的基地，从这个方面考虑。谈判以谈啊，以谈为主，武力控制、武力处置为辅，这是啊整个。对危机的一种处置的一种战术，这是肯定的。所有的压力此时都集中在了谈判员李永祥身上，在谈判的同时，他也知道指挥组正在做着武力解决的演练。这都知道，所以我一直跟指挥部来意见，就是暂时不要动，我们去谈，由我来先想办法谈，我们一直在谈。尽量不要用武力，武力难免就会有伤和亡的问题。不愿面对嫌疑人的伤或亡，似乎显得这个警察少了点果断和刚毅，其实是因为在李永祥心里曾经有过一个困扰他的心结。对茶的理解就是清茶一杯，让我心静，让我解烦恼，解忧愁。有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也是一个精神状态有问题的，最后呢，采取的是武力控制，这个嫌疑人不配合。把自己高空坠落。我们就看着他这样子倒下去。我说这样不好。这种情景一直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克服不了这个心理，一直在想。后来我关我自己嘛，前段以前也报道过这个事，我都把我自己关在房子里面。一晚上睡不着觉，都看着这个人，就在我的眼前这样
掉下去，掉下去，掉下去，重复这种影像。突然之间他掉下来，我就伸手去抓，抓不住，他就撞到了眼前，这样这样到一楼去了，就看啊，那一晚上关我自己，最后一直想在想办法调试，真的很难调试，作为一个谈判员在这一块 很麻烦的事。这件事对李永祥来说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在那一段时间里，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当一名警察。肯定的，自责的心理个无助自责啊，来自一种压力都有。身处今天这样一个现场，李永祥不想再面对多年前的那一幕，所以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能不去武力控制就尽量不要去，99%要追求的是谈，只拿1%，应该我认为只拿1%给武力控制，我们要最想尽一切办法最大化的去把他给说服掉。可面对这个不爱说话的嫌疑人，想要说服他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思维啊，思维空间和我们不在一个这个空间范围内，我要把你从那个特殊的一个空间把它拉到我们这个空间里面来。你叫名字啊，兄弟？嗯，我们领导正在汇报，他是有一个程序啊，一个什么评的程序。你叫他名字啊，兄弟？他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紧张的这个恐惧状态。那么呢，我跟你讲了那么久，你还是不理我，你还对我有防备。那时候我就只用借用这个女的了，我就要骂她了。那么的买东西呢，那么的太差了嘛。有时候我都有点气，我缺了时间准备的地方玩路游戏，又到厂房下，有些哪里你没代表你，那晓得？你要解答问你自己嘛。我在吼这个女的，实际上这女的被我越吼越高兴。啊，非常高兴了、啊，他知道我可能目的性很强了，啊，有下一步的动作，在捕捉机会了，所以他就很配合，啊，他就马上说、错了嘛、啊，确实错了。买入了一些接近一些啊，嗯，向你道歉。但是我看这个男的还没反应，我说你这种认错态度不对，我要是你，我不光是嘴巴上认错，我还要跟他下跪的了。跪下来，要不然你好好盯着那破骨头，那个不死。那个男的不动，就说了不要动，开始交流，第一句话是不要动，然后他叹了一口气，哇，这个气叹出来我就感觉机会会有了。夜幕下的闹市，一女子被人持刀劫持，几经周折，嫌疑人终于开始与警方交流。嫌疑人渐渐放松的心情，是警方必须抓住的机会。新的设想终于创造出了营救所需的最佳时机。夜幕生死劫，天网栏目正在播出。李永祥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成效。嫌疑人在谈话间的一声叹息让他看到了希望。他一叹口气，我就知道他已经开始被我拉回来了，我把他拉回到现实生活中，已经开始接受我的信息，他才会叹这口气，否则他不会。这就是很微妙的一种信息，哎，这个就我们叫捕捉这一种信息，对这种特殊的人我们就要捕捉这些特殊信息。嫌疑人的紧张情绪虽然有所松懈，可并没有放掉人质的可能，警方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想出解除危机的办法。此时警方突然想到，嫌疑人和人质此时都还没有吃晚饭。
人在饥饿的时候有这种饥饿心理反应，就是他的诉求很大的。让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乱去买东西。你到超市买东西，你会买很多你不需要的东西出来。等到你饱的时候，你突然就感觉，哎，我刚才买的东西怎么有些东西我不需要？包括你买衣服也是这样。饥饿的时候，我们的欲望会增强啊，所以让他吃啊，在这一块呢，来化解一下他一些，缓解一下他的这些紧张的心态。同时，嫌疑人如果想吃东西，就能给警方接近嫌疑人并解救人质创造出可能的机会。我说这样好不好，你很累了，我给你拿点吃的怎么样，再聊吗？他说我吃馒头。我说这个有，那我机会就来了嘛，你吃馒头我就好办多了嘛。陆一民继续与嫌疑人谈话，而在现场外，为了万无一失，李永祥带领化了妆的特警队员进行了模拟演练。中间有一个那个柜台，你再买开柜台要买这个。要不我直接这样，我不理他。水井，水井，等下那刀这样离开，这样从离开过来，才能采集。如果他还是，你说这个东西心是悬着的，那肯定的，紧张也是正常的。但是更多的是在考虑什么办法来营救这个家的。行动的成败就寄托在了化妆成餐厅厨师的民警身上，一切准备就绪。可就在出发前，李永祥却看出了这个装扮中的一个破绽。我还跟他叫他去抹了点灰，你要和厨师有点相似吧？我们这的宵夜摊厨师都是有这些啊，这些面部的说粉尘啊、油烟啊这种感觉的。有机会他只要手不离开这都不要动，不要动。我们还有送水，你这样子不要办他啊，零零零馒头是送进去了，可嫌疑人根本不让化妆成厨师的民警靠近。最后，馒头还是让陆一民拿到自己面前。很快，化妆成厨师的民警也被赶了出来。厨师被赶了出来，可好在馒头被收下了。送馒头前，曾有人提出想法，能不能在馒头里放进麻醉剂，让嫌疑人吃后被麻醉？可这个办法很快就被否定了。我们要换位进去，如果我是他，只要你拿来，我不会第一个吃的，我会叫旁边的人或者是谈判人员来吃，吃完再吃，你先吃，水你先喝。果然不出所料，嫌疑人并没有动那些馒头，而是让人质先吃。果然他马上就是吃掉，你先吃，叫那个女的先吃，喝水你先喝，然后才拿他吃的东西来吃。见人质吃后没有什么问题，此时的嫌疑人才开始大胆地吃了起来。而与此同时，谈判人员没有停止与他的交谈，而且此时的嫌疑人也开始有了大范围的活动。
更可惜的是，在一瞬间，一直对着人质脖子的刀居然离开了人质的要害部位。这就说明嫌疑人有所放松，警方的机会快来了。他就吃这样吃，那女生就看到我了嘛，就看到我是拿馒头这一瞬间把那个手一撕开，这是我给他的意思，必须要这样做。对，我刚才说了，你要是不把他的那个拿刀的手支开，我上去解救你，你伤了之后有生命危险之后不成功的。虽然嫌疑人已经露出破绽，可摆在警方面前的难题依然很多，最重要的就是现场的环境。正前方是犯罪嫌疑人和人质，他的前面是柜台和这个做事电脑，只要给我三到五秒钟时间，我就可以拿到他。3到5秒，对于这个现场来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嫌疑人可以在民警到达之前杀掉人质。这个时候，嫌疑人突然站了起来。他示意让人质给他倒水，并喂给他喝。看到这个场面，陆一民突然有了一个灵感。我们不是送馒头进去的时候，同时有矿泉水吗？我都有意思了，那他喝矿泉水是我要留一瓶，我也要喝，你喝我也喝，也喝。实际上这个矿泉水瓶就归我这个机会。刚刚做好打算，机会居然就来了。他吃东西了吗？不是吃完东西以后了吗？把那个水放下来，水杯放下来，把水杯放下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手。往下打了一分，往下打了一两秒钟，就在那一两秒钟的时候，就当机立断就把手推开。快点，我就喊了一句快点。就是这瓶矿泉水砸向了嫌疑人，为现场民警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当他反应过来时，陆一民已经到了他的身前，林永祥也掐住了他的脖子。这个穴位是很麻烦的，控制不好它会辐射到我们的心脏，别到时候出现心脏停止就麻烦了这个事情。就到几秒钟以后，我一看他已经反抗已经松懈了，马上把他松懈。因为不想再看到一个生命在自己面前消失，他松开了手。后来我一看那个刀尖在我面前，马上一打，就要几秒一打，本能吧，那个条件反射就瘦了。就是站起来，松身，松身，掌声吗？我到哪去了？人质被马上送到医院，所幸只是轻伤，并无大碍。嫌疑人也被警方成功控制。审问得知他并不是本地人，案发前几小时才来到多运市，而他的作案动机与目的，警方仍在进一步审查当中。犯罪嫌疑人的生命，也希望也要保住，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我们公安机关。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昨天看到警察来的时候，你才看一下，看警察来的时候。看一下就是我的酒精满了。夜幕下的这场生死劫终于结束了。李永祥虽然受了伤，可心情着实不错。他离开医院后的第二天，又想到了去喝茶。他说，喝茶可以让自己清静。其实他的清静是来自于自己心中那个已经被解开了的关于生与死的心结。